人和妖真的不能共存吗？我们在出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背负了无法违抗的命运，任何企图违抗命运的做法只会让自己产生自苦。我已找到这件法宝的使用者，我们已经等待500年。还不相信什么狗屁命运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会牢牢把它抓在手中。